起立。哦，读经读经。前道向讲师，鞠躬，尊道，鞠躬，讲师好，请坐下。感恩天父上帝，感恩父亲们各位的关心，因为华各方一日等啊，大部分都是。高高很济，啊！今年因为多啊疫情的关系，啊，咱今多好到顶个月才来安排这个班，但是呢，学校多安排着功德导播，诶，学校呢，足有心要来讲啊，但是吼、哦，上天有当时吼，无啥照顾，什么原因？因为多好就。正要拜桂花林遐个阿母啊，怪家己啦，怪家己吼。人讲哦，只叹伊无迄暗门，万叹迄个太阳天啦吼，伊免疫力下降。啊，所以我开始洗杯蛇。哇、哦，唔知影咧洗，唔知影咧洗杯蛇呢？我以为二十三，离咱迄个农历十三吼，一个月，一个月吼。哎，这个月，这个月，十三是不过啊，迄个等于佛顶，佛顶已经有雾啊，想讲要来甲七七的，唔知影讲过九年，搁拜拜，十五，阮大姑大伯回来，啊，我叫阮迄大姑甲阮小姐大姑过来我遐食，炒一个米粉无在人炒的，你敢听？听啊，哥，真正。要用功的，要用药，还要用喘气的，要怎？听就对了。吵吵，我赶紧讲，不然我赶紧再回来放看。放看，迄阵哦，唔知道是飞蛇呢。迄阵哦，连村讲啥？肌肉拉伤。多连线哩，内面弄一下，弄一下，弄到头前，弄到后壁，多好弄时间啊。迄个飞蛇到鼓出来。啊！迄阵弄四工，逐工拢用看，因为拢无止啊，红疹飞出，因为伊无发出来，医生唔敢后面开药啦，拄啊去找四个医生，四工找四个医生，听甲袂讲明，但是讲听甲真诶，做定诶，互相一直咧想讲，我七八日定爱来甲关心，但是父亲另外也是讲听小话啦。如果若无法度，伊要甲互相代替。但是互相不只个了解，好，我比较心肝一直弄来到后壁。虽然康顺呢有较好啊，不过迄个大家工已经过啊，但是遗症都未过啊。但是有先入自卑，因为爱打动他，真正爱打动他啦。医生真正做不上个啊，但是互相呢？用来就好吼，今仔都有这个因缘，含咱来学这个什么叫做修德学道理，相信诸位真人敢好好修行。咱拢懵懵懂懂来做一个因果报，相信，恁相信大家，咱你安那来，你敢知？咱拢互爸仔母仔父亲母亲安尼两个相爱，安尼往来，懵懵懂懂来到这个人世间。不过，咱敢知影，咱知影有一个咱的根源，咱的道，咱的啥，归根结底，迄个所在，迄叫做啥？咱的故乡。好哈，今仔日就是要来参加讲哦，今日有缘来做伙，斗阵研究人生的真谛。哦，好哈，针对迄个重点嘛，又讲讲。讲袂到，不过看听这个声音，应该是先入入家庭啦。哦，食药食到软软脚嘞，昨吼小公吼已经啊，已经要几十天、十外天啊吼，要来甲行一个路，行袂到。
拢两脚拢要上要小哭啊，你有无对？因为迄个可能太没有力，太啥？重力吼，嘿对。啊，所以呢，今仔日咱有缘来做伙，来研究人生的真谛。咱人生，我拄只好好讲，咱爱明明白白，爱知影咱以后咱的归依处在伫倒倒去。所以呢，一切的意义爱甲找我出来。所以，我用故事来向咱来参考了吼。以前有一个小小沙弥啦，伊拄好有迄个姻缘，会当做小沙弥的人，就是现非常少了嘛吼。可见伊真话已经有是正了足济，想向咱注意一下，只赶快来听到伊正了足济善行，咱今日到这个姻缘来坐一下。啊，迄个小沙弥呢，就来问迄、那个。问伊个师父啊，讲人生的意义是啥物啊？伊个师父都无甲讲哦，伊对后边花园呢，捡一粒石头，啊去菜市啊，甲摆遐。啊，人呐，迄个啥物人要甲你问呢？问讲呢，这粒石头偌济钱？伊拢袂使应，伊拢袂使开嘴啊。伊甲讲呢，比两支啊，啊两支互你家己摇啊。伊讲比两支。如果真正迄个人若要甲你买的时阵，你嘛袂使开嘴哦，你爱赶紧五个，等下来找我师父啊，安尼啊，伊咧问人生的意义啊。所以呢，伊真正后壁呢，因为佛寺后壁呢有小花园，伊就凊彩捡一粒仔石头，啊来甲放在今仔迄个菜市啊遐，啊伫个菜市啊迄个时阵呢。摆到中后啊，我拢无人来大买一个，我阿遐小小小三米，你有大遐安尼大粒花、细粒花，你到底咧卖啥？伊讲，伊就讲比这粒石头，伊讲拢袂使讲话啊，吼！啊，迄个太太就问讲，啊，你要卖偌济？伊就甲比安尼啦。啊，本来呢，迄个小三米是讲，这石头是凊彩捡的呢，伊早的钱呢？闹两角就足计较啦，对无？但是呢，伊一头人讲，你这粒石头敢是要卖两块？我听一个两块嘞，有够欢喜的，不过袂使讲。伊讲若要两块，我甲伊买，安尼。啊，师傅有交代嘞，伊讲若要两块，伊若真正要买，你就爱赶紧碰上来，碰上来见我师傅啊。哎，人家碰上面嘞，迄个太太感觉莫名其妙，我若要甲你买也是安尼。伊讲师傅，啊！你甲我讲人生的意义，伊今日甲我讲要买两块，啊！我无卖伊，我唔好等啊！人生的意义是啥物啊？师傅佫无甲讲嘛，吼？无甲讲呢？伊就甲加讲伊迄个师傅讲，你赶快一粒石头，摕去对，藏在。
你明仔载去博物馆，甲去带去，头前遐，同款安尼个等等到下昼的时阵呢，一个甲问讲，哎，小三妹，你这个石头要卖吗？嘿，这个石头我来捡啥物？不做，观世菩萨，哇，我捡个是那价值面是嘛？伊就甲问讲，啊，小三妹，你这个石头要卖偌济？伊甲比两支啊，互你几啊？伊出偌济？偌济啊？迄阵的20万出济啊，20万哦。本来是两块，来20块，来两20万。你看，偏偏一粒石头，放唔着所在，也价值无相像哦，对不对？注意鉴定者。咱偏偏也有一粒摩尼宝珠哦，今仔放伫咱的家庭是家庭主妇哦，今仔放伫我做人的大家，我是一个大家的身份哦。今仔我一粒石头的摩尼宝珠，若放伫你这个什么？你分得哩？成就佛家菩萨，安尼有价值人生哦。有吼，所以咱人生的意义，你人生。诶，本性要安那甲找到着所在，要安那甲藏好，而且后半人生，我阿爷咧讲，因为咱即大家到看起来平均有60以上啦，而咱这段期间，咱到底听有济无？来讲，有啊，但是你这段期间，这段人生的这段间，咱甲家己平分一下，甲家己拍分数一下啦。在我这段期间，我已经活到60多，我有资格用到，我有满分通转去到咱的国家乡。有哦，有人举手，有信心。啊，有信心，啊，有信心。这当然，啊，对。但是哦，要转去国家乡，遐是清净无染的物件，遐是无咧讲是非，遐是无咧妄谈。也是一个有效的，是一个行道、学道、修行、甲佛菩萨的境界的，对无？咱今仔日要来修，咱今仔会当来斗阵研究、研究人生的意义，感谢上天有予咱这个机会，敢是安尼？咱今仔日唔忙小看你这个石头，咱今仔日会当来坐伫这个佛堂，尤其这粒伊啊，咱好好讲讲。咱坐几十栋啊，相信为千头以上的十栋的人举手，有啊，十栋啦，20栋的嘞，30栋的嘞，拢唔敢举啊，哦，有，再来嘞，40栋的嘞，这种祖先的老菩萨了，但是呢，离咱40栋来，咱怎样都是什么无？咱大家讲拢要求道，我到圣殿，大家拢要找道。我到圣殿，不管佛道，不是佛道啊，做道呢？佛道嘛是道的囝呢，佛啊，菩萨嘛是道的囝呢，咱弥勒佛嘛是道的囝呢。那安尼咱的道，何下甲咱代表讲？你甲当作一个叫做啥？一个叫做无量的物件，道就是无量的物件嘛，对无？叫做无极嘛，但是伊无极安那来，大家互相敬。无极是啥物？太。哦，是太极，太极呢来是啥物？两仪，对无？啊，两仪来是啥物？数相。先数相，拢两个嘛，吼，对无？那拢安尼来咧？啊，数相来是啥物？先八卦。八卦。二十烟翅哈，人本来得这本来是得这个鱼嘛无，我当作这个是叫做空的物件，你敢听？咱的本性是本来是空空无的物件，但是伊演化到成万有，这叫做万有啊，吼，这叫一切啊，对不？这叫做一切啊。啊哈，我什么？无极，生太极，对不？太极生两仪。用于大的当上，不用泡药。咱所有的一切你有看到的物件，
是金融合作会，带当成一个人，带当成一个灵魂，带当成一个朋友。迄朋友伊当然是灵魂咯，但是伊嘛是上，什么？有阴有阳，带当成尊咯。啊，咱为什么人甲咱请用？咱这个生命会当徛在遮，会当在遮喘气的，什么人给咱呢？什么人？就是这个福德，就是这个德，对不？咱对福德，咱所有看到的物件，拢对这个空无依赖，那是太极，太极那是容易，容易安尼。这一切，一切唯一，明心在当见性，安尼听好无？明心在当见性呢，咱们到这里到。佛教一天要等于到西方去叫做世界，爱爱想爱哪，才讲爱佛教嘞，亲像这，叫做啥？玉祖慧能甲咱讲讲，本来无一分，何处惹尘埃？但是呢，心想处处爱上天分钱，对无？是毋是？那安尼，咱无找着咱的源头哦，咱本来拢是西方来嘞，现在这个佛教哪一佛教叫做？哪一个能够叫做德？哪一基督教叫做啥？天主叫做天，叫做精灵，叫做耶稣。安尼你听有无？咱有找着咱的根源，但是足感恩的，咱今仔日会当来遮听道理，听着什么人？拄只听讲师讲，找着你家己，咱拢感恩。菩萨拢白大，佛无较低咱嘞，空性灵无较低咱嘞，穿甲伊行比咱较忝，安尼敢听有？人伊去行功庙啊，人伊去度人救人，人伊去周游列国，人伊去遐把咱的脾气磨平，一点一点磨好掉，咱无遐杂质，咱无遐污染。恢复到咱本来的真面目咧，迄个叫做道，对无？迄个带咱回去，那安尼咱咧烦恼啥物？咱百回面啦，我咱有求道啊，尤其是咱一贯道，一直贯穿整个三河大地，整个什么日月星辰，整个一路就安尼一贯穿整个，咱咧一贯道多行啊，也修行。多好面书一字，知影乎你本来你的真面目，你家己的自己的主人，爱请主来做你当家做主啊！你若咧生气的时阵，你若咧抱怨的时阵，你若咧安怎强势的时阵，是安尼一个家庭，人安怎好经营到做好势，是安尼一个见到伊哪关心啊？吼，是毋是？迄个就是你无共伊的自己的主人。请出来好好写，好，我是最近过得偌好个。爱安怎，倒就是爱流，爱流，哦，爱流啦。咱迄个在滴点，在因破报，在因破报。迄个刀，伊讲啦，咱个刀天下之至咯。能入天下是无间的空无的能量，迄个德就是爱人啊，所以咱的人，啥物？咱的人际关系袂好，啥物原因？我想到，各行拢我要葡萄，各行拢要照我框框。你的家庭、你的子女、你的含你的啥物人袂合？你就是爱照我安尼做，照我安尼做。人都有框框无？人都所谓一片，从虚空天乱界，人都无界限。空气有界限无？今仔若空气有界限，讲啊，你做了较好，我落你输较大，输较大开个。啊，我落对大家较歹，我落输较少开个，有安尼无？无安。所以迄个流偌好用，你敢知？所以吼，我教咱一步。阮后生吼，来，各位切记一件事哈，各位。即九个吼，伊银行九个前世啊，九个，啊二万五，啊，你甲讲吼，
之前你的生日快乐，我带你网络我有看，我讲心爱宝贝的儿子，哦，这阵还要网友啊，你怎会叫我讲，我都讲不出来，好像很肉麻那样。所以我讲心爱，我讲很心爱心肝宝贝的儿子，祝你身体健康，祝你天天，我单位话讲祝你生日快乐，我讲你爱天天爱开心，对吧？咱天天爱明心见性啊，明心明着你这个心灵蛋会蛋开，对不对？你看一天快乐尔，安尼唔对。好，我一个甲写安尼来，伊甲我回安怎，你敢知？伊才无可能。感谢伟大的妈妈，我最爱的妈妈。感谢你一直甲我照顾。所以吼，咱要有幸福无？咱要有快乐无？咱要有家庭有温暖无？互你讲。不会不会，对啊，未来爱嘛，爱儿得爱主啦，敢毋是？哦，真正，咱爱讲好话，爱做好事，啊，咱这毋是做好事呢？咱这是做佛菩萨了，你是佛甲菩萨的事呢？这是人生生死的大事呢？安晓无？啊，所以一条我讲过去卖提起啊，以早好甲歹拢卖提起，从今以后。一定爱好好啊！啊，你你家己，把你的珍珠人请出来做主，安尼敢好？嗯。卖搁你这个人生懵懵懂懂，吼、哦？好啊，讲偌济算偌济啦，吼！你卖这人生的这段时间懵懵懂懂，把你的生命好不容易咱来当来遮做伙听道理，这不是人，这不是上天掉下来的。这是你家己过去有修习的呢。人甲咱讲，咱含咱一个人擦肩而过尔，含一个人安尼过过尔。人佛陀甲咱讲的，你已经快活有五百世啊，何况你今仔日来遮抽，坐伫遮听道理，你甲看，咱已经有无量无劫的所有，咱已经有修过，咱今仔才有这个因缘来遮，你修福报正。哦，像你去也免钱，食饭也免钱，靠吃好个呀，是不是？行袂当，真真正行袂当，当互恁媳妇甲破产啦。行袂当，行当搁安那，为着安那，要你发现你家己内有一阵分甲恁自卑，你无甲呕出来着，对无？所以，若要有家庭幸福，若要有家庭快乐，若要让你人际关系越来越好，自己一定要低到上。上先要最最先礼防不仁不接，爱抵挡无人处，迄个才是道呢。遇到碰面来，遇到石头来，要安怎？你袂使硬度硬呢，你若硬度硬，迄个啥？受伤。你也看一个家庭，何况不久，只能干嘛？咱是要甲沟通，还是害人？有只安尼嘛唔对。我食头啦，好不容易有安怎？当手牵手，大家叫做啥？老伴嘛吼，茫、记着人，哇、哦！啊，你也听着记着人，伊笑话安怎安怎，无怪伊暗会安怎，唔敢回来，因为太强势、太强悍。咱一个查某人强势、强悍的安怎，人叫做克服啊。有过无？这个暗唔敢回来，伊是克服俩，伊个会去娶小三，伊个会和你离婚，啊，这什么人的问题？拢咱家己的问题啊，敢毋是安尼？吼、哦，所以对咱家己做起吼，趁着即阵的好粮食，咱爱赶紧来做善事啊。啥物叫做善事？拄只互我讲，这个看不见的物件，这拢叫做善事。这要互咱归根念佛，这要互咱落叶归根，要互咱知影讲，咱以后爱回忆这个啥？空闲的所在，对吧？咱来回归空闲，空闲的是本来无一物，你是安那要甲处处了平安，哦，是不是？所以咱要来做善事，善事就是佛甲菩萨在做的，善事是要咱回归咱本来的真面目，咱本来拢是道的囝。含佛陀嘛是道的囝嘞，含上帝嘛是道的囝嘞，因为伊爱嘛，伊爱穿鞋，对不对？伊嘛爱食饭嘞，
忏悔空气，什么人来的？是不是都不结果了呢？今仔这个地球若袂等，若袂等人，伊爱死地球安尼，伊无办法通互咱食。较好康，后恁的意外遐济遐济遐济点通用，吼、哦？迄是啥物人予咱的？若无上天赐空气予伊，若无地下滴水予风空，这意外会会出吗？真不是啦，阿哥。迄意外若无上天甲伊照耀，伊会功夫偌好？生会出来袂？生袂出来。所以叫做道的力量。咱来感谢道的力量。咱今仔日不是我搞，哇！我若做一个啥好，拢逐项我搞，无我拢袂使安怎安怎。咱是啥？冰山的一角而已。哦，好，来，真正呢，一世人爱大家的发愿，都吃饱了。咱一世人有来到这，一定也行来到这，流浪生死也行来到这。咱这世无想，绝对袂使。安尼听好无？吼、哦，所以爱认真修道，合乎你啊，你的心肝清净，放下清凉，看到仙佛来过日子。这逐天的这个心境看偌好，我们每天都要归零啊！归零就是咱本来就是咯。吼、哦，这个时间就来压到一点，咱本来的清净咯。逐天就是爱看到仙佛来过日子啦，吼！啊来，过来，明知心肝苦海中，难免有不足加苦中。咱有安尼无？有当时啊，想想个，讲啊，这是咧创啥？啊，想看到，咱袂使用目睭去看别人呢。咱拢是要用目睭去看别人，讲我伊做甲啥物货，太过安尼，像我一路来吼，好汉吼，足感恩的啦。因为无啥物人靠我，啊，拄好这个病体好，唔系安怎，这拢无中生有啦，可能这个无非是做了伤少啦。亲像阿爸一届安尼，捡解着一个，遐物嘛安尼，这条生命遐物嘛捡无个，迄叫做无中生有。啊，人了你听到你足急安尼，互你怕你个啥自信物，会去行，会厉害开个。真正三思爱明，有时难免会不足啦。奇怪，我想头都是安尼，唔叫安尼。哦，阿林去甲我看起来讲，伊嘛咧怀疑呢。讲方太太，啊，你著做到安尼，是安尼，你会对唔着安尼。哦，阿林，你家己甲我看安尼。我讲阿林，你茫，你茫怀疑。自古以来啦，要成就圣人仙佛，你甲看。什么人无考的？考到你好教给伊教，好教，唔知人看到有无？对无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须要安那？好奇心，好奇心自然就进步，就体悟了。这套算什么？啊、哦！但是迄个是不得讲冲，要给你冲动，赶快，你要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你的时间。但是我较感受，哇！上天甲我保佑了够水个，即若搁讲对遐去，真正保佑了够水个。咱当时，因为我只一条，啊，只条客无想，你有听？只条客无想，啊，要叫客吼，迄、那个医生也无甲我讲吼，你阿司匹林袂使食，阿司匹林嘛吼，你食痛血咯。啊，你若开咧阿司匹林，伊个血就一直冲，一直冲啊，一直冲，爱安那。迄血袂凝固啊！啊，拄仔好我要开的之前，咱有一个闽南迄个啥，迄、那个邮局遐拄仔一个，刚去开迄个大结石尔，你敢知？伊刚去开一个大结石尔，四对，四里手术啊！痛苦啦吼，赔300万，还晓无？哦，哈，真正啊，佫够够感恩的啦，上天啊，佫做慈悲的，啊，佫安尼会当互我今仔日会当到来徛。因为我若手术嘞，绝对阿叔比恁，伊若要开一礼拜就来去，但是伊开落了后嘞，我迄天去，阮之前载我去的，伊足抱怨恁个医生哦，有够狠，要开刀啊，还佫开迄个阿叔比恁，还佫互你阿拢无讲，
一直抱怨，我讲这是妈妈的原因，蛮抱怨。隔天俩，你刚才那医生安怎？虽然已经脱离了迄个死的阴影，但是你的病痛绝对不会脱袂开。爱感恩呐、啊，哪听爱感恩呐、啊？因为是安怎讲？咱已经来出世达百多年来，咱对从地开始，咱到这达百多年来，过去是做安怎？你敢知？所以我甲阿娘讲啊，我做护学啦，我担任伊做护学啦。但经你讲一句话，护学唔捌，不管是大事，不管是富贵事，护学唔捌讲唔的代志哦，唔捌讲唔的代志哦。但是嘛是遇到遮大的代志，但上天有听人无？伊讲讲你食一粒薯片，你袂使去，你袂使去倒。哦，安尼就是关起啊。但是呢，第二关伊就讲啊，人要开车，人就有听，安怎才要开？安是安怎来听？我拄着来听对遮啦。伊就咧甲伊怀疑啊嘛，啊，安尼可能胆结石啊，伊要开胆，伊要用迄个胆管。要开迄个胆管，伊拄啊，伊面啊用显影镜去，咱都过唔去啊。伊面啊，迄显影镜落咯，伊要开迄个胆管，迄支刀啊，伊迄胆管开袂着，甲花蕊对去哦，你了。有气。有气去。吼吼，有气。有气，听讲是五脏六腑上界保持的物件，开咧没完没了啦，没完没了啦。嗯。像迄花叶山听到真正，迄阵的生死大事拢。迄阵拢无咧感觉讲我是见笑，还是安怎悲成抗笑？伫迄个摇笑，迄个摇笑搁咧烂。迄我好个人，我运动人，我迄个游泳会当游两点钟哦。伫遐带半个月练，会行袂行拢袂行。好好，我至少对后壁安尼讲个，安尼聊聊好行，你敢知？迄阵的目屎，我毋是听咧哭，我是让阮后生感动了哭，要不要？妈妈，要甲我洗身躯，要甲我加钱，甲要甲我迄个，伊好爱恁来听。但是我做用伊用受骗，我付出落去，毋过伊，只我把我付出来，我就哭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迄代无死，但是生死，迄、那个听真好听个。但是我安尼来了后呢，哇！个半斤先做出去，伊爱在湖南的水平那个出济，我爱去担任天师，但是呢，到尾去安那，迄、那个药草渐渐好起了后呢，内面生一包水，啊，迄包水就爱等半冬以后才会消，我拄好伫村等半冬拢无消，等到半冬无消，我搁咱泰国好太太助理看，伊讲吼。伊讲王太太，虽然你安尼袂做，不过你只要来，甲阮这道亲原谅，甲咱这道亲讲好话，甲咱这道亲要安怎，是否这靠唔到？所以，互我搁跟随真正咱有一面，拄好行一个，伫对菲律宾去，菲律宾去，道亲一路上，道亲无够爱煮饭，爱插花，互我嘛是去插花去煮饭。但是客不落啦，伊穿片片，伊一包水，一两，要到一两千 CC， 底皮那袂穿贵啊。但是呢，到尾安那，来个飞去四球，四球搁飞去万国，万国拢做了，拢差不多，不崩哦。哦。伊讲上尾问阿仔，要等来台湾啊，后日我安排机票，要甲一包水抽掉啊，因为这包水若无抽掉。爱威胁着生命，要知影是安怎？上天最好的安排，上天真正到最好安排。虽然你这粒瘤开无开，你若开起来是爱死，来个你不要，你无法度能腰脱这个痛。来了后呢，迄、那个老太太要甲阮跪落，甲伊去甲前面闹去，前面甲后壁甲经，迄阵房经理。把我们安排去泰式按摩院，要按摩啦，要给我们按摩，要让我们舒缓一下。那天多无查某，都要用一个查某背起去，甲对背起去对
大声的听，拢不要靠你听，但是我听，就爆震。迄包水拢走袂出来，唔免过几刀啊！我若搁听你几刀，我就讲，爱听无？所以迄包水我对安尼，大概，哇，招来迄个医生，阿讲林小姐，你包水无用，我估计人家讲要我关两年。我是足惊嘞，伊讲你男士，哦，唔是，我都走去台南医院，佮任何家伙去包水无用啊。所以这是真人事实。所以，伫咱这个短短的几十冬来，咱一定爱做了对的工作啊！哦，咱虽然有业来带业来往生，咱六十多年啊嘛，甚物人敢会当保证讲伊都无代志的？是毋是？但是咱的心思是伫倒着，倒着袂保护啦，安尼刚好吼，好啊，我惊讲袂到，想讲袂了，吼，准备啦吼，啊，你兼唱歌的啦吼，叫叫叫讲讲的啦吼。所以要了解世事万行是空，你甲看皇帝甲大将相，做官员的人，做大将的人，你甲看对一个人下一项，咱的土地的一把土回家，含土地的土都无法当客到伊，唔免讲伊的金银，唔免讲伊的选择，唔免讲伊的办法，对不对？吼、嗯哦，所以红花无百日。人生短短几十冬，哎呀，尽量赶紧救度众生啊！心内这众生爱赶紧度好啊！咱一举一动拢是道的表现的，咱的一举一动，咱有道理个，咱讲出来的话有没有到位？有没有？蛮苛刻啦，真正蛮苛刻啦，哦，所以来当者为道来拍拼。对啊，吼，后来爱使唱歌，啊，唔知要安怎转。好、嗯。所以我这阵是无流，你来怎么转？好来，啊，咱当唱当唱，往事莫提起，逐项拢爱甲放落去，好甲歹真正，尤其咱个汤，汤作用啦，汤咱今仔日会来做，含咱个，个细面，咱就是做伊个汤面。哎，听有无？看你是贪食，还是贪财，还是贪所买物件，拢有关系啦。后来，啊，咱大家笑哈。嗯，较细声吼。他是这样的。Thank you.
好，来，一个，你讲个几个？